吧，我们走吧，看很久了。这个灯光太小了，对，一看就看到猫血。那水不在我这边。哦。哎，不知道掉了。没关的呀。所以他要站起来看呢、啊。因为那个，我有听到那个警报测试声音，是不是在做那个消防演练呢、啊？嗯。我红萝卜你是没看到还是不想吃、好像现在才看到红萝卜，看现在下来吃，之前都没看到。结果是没看到，真是大眼泪。